卫兵主子，属下似乎看到有人在外面窥探，何人如此大胆？赶快查！是是是，属下这就去吧。来，陪本王手谈一局。 见过楚王殿下。司爷，殿下不是外人，有何话但说，无妨。卑职刚刚看见韶宁公主从司爷的小门方向离开，神色甚是不安。无妨，无妨。 只不过是殿下抢了公主的仪堂，公主恼了，此时节怕是正在找人伸冤去了吧？岂料正中王爷下怀。我说怀石啊，你说这神仙打架，我这个当小鬼的也只能跟着遭殃啊。 你还是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明海吧，免得我这一死，还得拖累到你等。司爷多虑了，楚王殿下是何等人物？司爷若有一差二错，殿下断不会坐视不理的。看来这堂堂的无双国士，远不及燕怀石，怀石兄，胸怀通达呀。 罢了，本王告辞了。请恕微臣不远送。哎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主子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韶宁公主离开清明后，立刻去了燕王府，如今匆匆回宫去了。看来是坐不住了。 好好盯好韶宁跟宁生的动静。是。殿下这招引蛇出洞，果然奏效啊。袁绍，我母妃当年的案情，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？大致能推出个十之八九。十八年前，当年还是大成临海公主当今陛下，攻陷帝京，委派长远布防大越边境。长远临走前。 安排太子夺了殿下军功，命令长海留守帝京辅佐太子。还请将军示下，如何处置战壁？放了他。是。等等。速速通知长海，千方百计利用战壁，坐掉燕妃。是。长海一边禀告父皇，说有大越奸细潜入帝京，一边又把假消息告诉战壁，说我母妃回去荒谬。 常贵妃前前后宫命人偷偷将通敌证据放入我母妃宫中，一边又把假消息告诉我母妃，说是战壁即将以奸细身份被处死，母妃情急之下偷放战壁。随后，长远在边境截获情报。 据俘虏交代，是战壁传递出来的。长远即刻将此事上奏陛下，于是顺藤摸瓜，在燕妃娘娘的寝宫里边，搜出了栽赃的证据。燕妃娘娘百口莫辩。事情大致就是如此，虽然我们猜测出了案情始末，一直苦于没有实证啊。 还有一环，常贵妃是派何人给我母妃送了假消息，并且栽赃陷害了我母妃，一定是宫中之人，否则，依着当年燕妃的盛宠，外人是无法轻易进入宜兰宫的。既然韶宁跟宁生联络上，相信宁生一定会有动作，那本王。
就给燕王添把火。明晨，主子，拿拜帖去请公正司公正，请他过府一聚，就说本王要查验当年燕妃一案封存的物证。是。姨母，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多，王兄也让我进来问问你的意见，你怎么听了无动于衷，还有心思吃燕窝呢？不过是个小小的王才人，你们至于这样吗？十八年前，本宫没把他当回事儿，才放了他。十八年后的今天，他从冷宫放出来，要不是本宫的恩典，他能在这偌大的后宫有一席之地？姨母，你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。王才人是不足为虑。但要是这宁毅顺着以前的线索追究到王才人身上，那王才人对宁毅能守口如瓶？姨母，看要不这样，你就随便许王才人一个错处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杀了。你这孩子，比起你王兄来差远了。凡事就不能动动脑子？杀他容易，寻他个错处更易如反掌。但你别忘了，他生的那个儿子还在陛下面前扮演大孝子呢。这王参要是死了，宁齐闹起来，有陛下护着，本宫就算撇得一干二净，这失察职责也断断推脱不掉。这么说好像也是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待本宫先敲打敲打他，就他那性子，本宫借他一百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背叛本宫。要知道，这后宫可是本宫的天下。启禀陛下，灵台城到了。臣灵台城戴明齐拜见陛下。请见面礼。谢陛下隆恩。今日西陲守军毛都督八百里加急送来这个，并上表称此乃天降祥瑞，卿家可愿为朕殉古之？陛下有旨，臣当知无不言。回禀陛下，此龟甲观其文格，应在百年之上，背上之嘉禾纹络竟似天成，此禾一茎七穗，异于凡禾。哦，据福瑞志所载，前朝光武帝降世之初，亦有嘉禾现世。朕以为帝君数十载，此嘉禾又当何解呀？陛下，臣近日来夜观星象，似有五星连珠之吉兆。臣妄测，当是与楚卫有关。朕之及子，何日有此鸿福，可应着天降祥瑞呢？陛下恕罪，微臣不敢妄测。林台城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赵云，老奴在。命顾衍查彻此事，不可声张。老奴遵旨。
开门，开门！金狮国王子前来书院，拜访魏之魏四爷。还不赶紧出来迎接！前半句说的很有文采，后半句收回去。哦，那就不用出来迎接了。见过赫烈王子。哎，啊，王子，冒犯了，您不能进去。敢拦本王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哎呀，王子，真的不是小人故意冒犯，这是我们司业新立的规矩，即日起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来来来。你给我仔细看看，本王是闲杂人等，闲杂人，闲杂人，闲杂人，疼疼疼啊！本王知道最近新院守忙，让魏之来管理书院。你知道吗？就算新院守在，本王还不愿意来看。你知道本王是谁？本王是魏之的朋友，就算新院守不让本王进去，魏之也会的。嗯，站住！好啊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王子，此乃天圣国禁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多的是办法。哦，本王念及你是未知的人，不与你一般计较。改日再来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开门！呀呀呀呀！殿下所布之局已出现端倪，陛下命金羽卫密查祥瑞一事，我等只需静观其变。不，火候欠佳，怎能撼动父皇之心？徐公，待燕州之事可妥当？回殿下，已到微臣手中。不过，此局可会危及殿下？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啊！古南一，我是真的有事找卫之，让我进去啊！界的重要经典，一直不被当今陛下喜欢。老夫可不愿意在有生之年看见天圣在兴起文字狱。怀石，前日我骗了姚香，骗了就骗了嘛，何事？我确实看过那大成药。子夜信任怀石，怀石批不外传，可这话到此为止。哎呀，怀石兄，你且安心吧，我也就只对你讲过此话。就是有两点困惑，想跟你探讨一二。我也只是有所耳闻，并不曾亲眼目睹这大成要略。无妨，我也就只看过半部，所以我才不解
为何陛下如此忌惮此书啊？你可有耳闻啊？听说，听说啊，听说这药略的作者是前朝大儒，当今圣上称帝时，这位大儒曾卜过一卦。言言什么呀？天生不得久长，其覆灭之法就写在此书之中，因此陛下曾下令尽数焚毁此书。司夜，你是从何处得见？这也是我的第二点疑惑，我幼年受业的父子为何会有此书，又为何命我研读？信不过就行、啊。我今天一定要见到魏志。是。赫连殿下，哎呀，赫连殿下呀，难道这跳墙之举也如那言巴一样，是你们京师国不可替代的礼仪吗？魏四爷果然是学识渊博。我们京师自古就有抢亲的习俗，啊，这翻墙之举嘛，不过是必要手段吧。赫连殿下，这清明书院乃我天圣之皇家书院，你如此莽撞行事，只怕陛下不悦。为了此等区区小事，耽搁了两国邦交，只怕你回去也无颜向京师王交代。魏四爷，这如何能怨得了本王呢？本王是诚心前来求学的，倒是你们家这位顾大侠啊，二话不说就要把我赶出去，本王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呀。求学？对呀。那殿下可知道这清明的规矩呢？不管多少规矩，本王都能做到。不多，也就两点。鸡嘛，你得凭本事考进清明。小事一桩，本王自然能做到。第二呢？身穿华服者必须在家时期。你要干嘛？现在本王只用考一次就行了吧？设宴，雅相，下官见过雅相。徐侍郎不必多礼。雅相，徐某有一事不明，请教雅相。圣上英明，安排了金匮要略一举，可又并无旨意，这今后臣等将如何自处啊？徐侍郎此话何意啊？以老朽之见，我等只需平心而行，陛下自会处置。雅相教导，徐某牢记。只是这些日，各路官员频频上表礼部，纷纷称天降祥瑞一说，难辨真伪呀。嗯，储位不明，群臣异动，社稷难安呐。如此看来，陛下此举确实有欠稳妥呀。这样，待胡某上殿，定向陛下谏言。王氏给贵妃请安。哟，妹妹快起来啊！这宫里头啊，只有咱们姐妹二人，不需要这些繁文缛节。贵妃乃后宫之首，
礼节还是要讲的。不知贵妃今日唤臣妾，有何指教？说指教这可扯远了。啊，妹妹，本宫近来时常惊梦，这梦里头啊，竟是建朝之初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当年后宫动荡不安，妹妹有恩于本宫，还帮本宫稳坐后宫之位。可妹妹没有得到陛下恩宠，本宫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。想起妹妹这些年受的苦，哎呀，我这心啊，都是痛醒的。都是臣妾的过错，害得贵妃娘娘伤心动气，还请贵妃责罚臣妾。哎，你快起来呀，非要本宫亲自扶你才成。莹儿，还不快扶王才人起来。真是后悔着呢，你说这当年要是本宫帮妹妹得到陛下的恩宠，也不至于这些年冰冷清宫，妹妹独自煎熬。本宫知道妹妹心灵手巧，这云锦啊乃是御赐，寸金寸金的贡品，前两日少宁管本宫要，本宫还不舍得给呢，本宫可连自己都不舍得用。只有给你，那才不糟蹋。今日本宫就把它赏赐于你，就算本宫向妹妹赔罪了。启禀魔主，天长节将至。后宫历史由贵妃娘娘主持，至于百官还有各国使臣之圣寿宴一事，陛下可有旨意恩赏哪位皇子主持？燕王宁生可担此要务？儿臣遵旨，拜谢父皇。启禀陛下，臣奉旨查办西垂毛都督所奏天降嘉禾祥瑞一事，实为造假。既是假造，必有所谋，故言继续查。臣遵旨。启禀陛下，现有燕州布政使也送来祥瑞之证，言自江中打捞白石一块，上书有聚而上者天命久昌，并上表称易续卦中有载聚而上者谓之生。父皇圣明，此事不可尽信，还有劳顾指挥使一并查处。凡有诛斩为瑞应者，消之为民。徒儿呢？遵旨。圣下，老臣有本启奏，群臣有此异动，皆因储位一事不安，陛下将储君之名写入金匮要略，此举乃陛下仁慈，使社稷有托。既如此，老臣以为，还请指派重臣监管，以安民心。雅相所言，可是卿等所想？
何人可以担此重任呢？臣以为金贵要略事关重大，五军都督淳于洪乃国之重臣，忠心于陛下，可担此重任。姚相此言差，淳于将军肩负卫戍国家之责，一旦国有战事，必将远赴战场，如何担此重任？宁毅，你对此事可有所想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以为司业未知乃陛下钦点的无双国事，对陛下忠臣不二，不偏不倚，可担此重任。嗯，如此甚好。转奏，少相姚英。臣在。朕之公古，擢为顾命大臣，与魏之统领监护依照之职。臣领旨。楚王宁毅，即刻带金羽卫护送金贵要略前往清明书院。是。魏之，你出的这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题目？难不成难为我？我怎么能是难为你呢？咱们清明书院本来就是个稀奇古怪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要是想进来读书，你就得回答这稀奇古怪的问题才是。你胡说！本王不信，你找个人来试试，答对了，本王就服气。赫连殿下。普通学子作答，羞辱你的身份。正好楚王殿下就能信手拈来。楚王，楚王，你来的正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赫连王子答不上题。赫连王子如此聪慧，怎么能答不上题呢？对呀。楚王殿下，不妨你来试试。你都答不上，我也就不用出丑了吧？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是这样的，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只说了一句话，未知便让我辨出到底谁说的是真话，那棋子到底在哪个盒子里？还只有一次机会，你说他是不是分明在刁难我？这么稀奇古怪的题啊！对呀，那本王就试试吧。棋子不在此盒中。棋子在姚阳宇的盒中。你说什么？棋子在姚阳宇的盒中。大声点。棋子在姚阳宇的盒中。棋子不在此盒中。他们三人中只有一人说了真话。好难啊。对呀。姚阳宇长得如此诚实，我当然就相信他了。开开这个试试。
明义、魏志，好啊！你们两个串通一气耍我。好、啊，本王今天一定要进去听明，本王今天就不走。殿下，这清明书院特殊，可这赫连王子的身份更特殊啊！啊，下官实在是无可奈何，殿下可有良策？把他留下来，好好的折磨他，嗯？是。南一，楚王殿下有令，赫连王子从哪儿进来，你就再把他从哪儿赶出去。顾南一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。干什么？哎，小心！放开本王！杀了！古乃伊、魏志、宁毅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伤着他！古乃伊，古乃伊，你要干什么？古乃伊！我何文才回来的？魏志大胆！怎么能如此粗鲁？多谢殿下好意。魏之，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昨司业魏之，自即日起，监管朕之遗诏，不得懈怠，清此。臣魏之，领旨谢恩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你要小心啊，看好了啊，掉脑袋的。走吧。你放心，该说的本宫都说了。本宫提醒他，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，是他受了十数年的苦换来的，这得惜福。他应当记得，当年燕妃受宠，还不是被本宫给扳倒了？扳倒他，哼，易如反掌。怎么，本宫办事，我生儿还不放心啊？你们都退下吧。儿臣对母妃治理后宫的手腕，从来不敢怀疑。可是韶宁说了，这金匮要略里八成写的是宁毅啊！来不及了，你可有法子让我父皇收回这金龟要略吗？再说了，今日不同往日，父皇也不再是当年那个父皇。立金龟要略一事，别人看不透，母妃还看不透吗？这明明是要堵上舅父的嘴。即便为堵住你舅父的嘴，本宫和你父皇的夫妻之情，那岂是其他嫔妃比得了的？本宫嫁与你父皇时，他还是闵海公，你父皇想什么，本宫能不懂？那燕妃是日落族神女，外邦异族，隐匿血统不正，连个庶出都不如。母妃，父皇对常氏已经起了戒心了。母妃有所不知，
在今日武朝的时候，父皇居然放权给魏之，让他去保管金贵要略。什么？朝中权臣众多，怎么会给魏之这个新丁？莫非这还看不出来吗？父皇，这是在防着咱们尝试结党。那个魏之是父皇的亲信，如果在这个时候王才人泄露了半点细枝末节，父皇一旦知道，你我母子俩就要遭殃了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母妃一定要设法除掉王氏，以绝后患。儿臣倒要去看看这个金贵要略里到底写的是谁。这金贵要略在魏之手上，他一定严加看管。你要如何看得？父皇守夜就是一个机会。魏之见过师尊。来得正好，这棋谱看得手痒，裴威是一局如何？师尊棋艺了得，学生哪敢班门弄斧啊？再说学生前来是有要事请教。请教那就对了，你赢了这一局，为师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师尊何必如此为难学生？我哪能赢得了啊？况且我要请教，真是可是事关清明的安危啊。清明的安危远在天边，为师手痒近在眼前，你说该先解决哪一个呢？请教请教。那我问你，可知这围棋的来历是什么呀？甚以子商君语，故作围棋以教之。哎，只要赢一目即可。怎么，还不敢迎战啊？你木儿有何不敢？反正输赢都是院守的亲戚。有趣。不下了，为师走哪里，你走哪里，这还有什么趣味？对弈嘛，对弈之术不就是？不是什么？就是为师下哪，你走哪。对弈原来做此解，为师真给你长学问呐。行，说，何事如此急迫？你可知这金贵要略现在就在青林？你可知此事之厉害？为师当然知道其中之厉害，可是此事乃陛下所决断，非你我可以左右，所以陛下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。陛下此举实在是有欠稳妥，我小小魏之哪能守得住金贵啊？还请师尊帮学生设法另寻他人。魏之，你这哪里是来请教，你这分明推责卸任不干了。金贵要略姿势体大，其中另有隐情啊。有何隐情？为师现在不便跟你讲明。楚王殿下已经身处不利，你就不要再添乱了，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，你明白吗？难道说陛下并无心立楚吗？他为何如此对待楚王？
我问你，为什么陛下要将这楚王放出宗正寺啊？他闻太子与常家把持朝中，皇帝为了牵制太子与常家，这才从宗正寺中放出了楚王宁毅。啊，你在？可为何是宁毅呢？他如何能够牵制太子？满朝文武，无不以常家马首是瞻，皇帝身边已无可信之人，也只有他宁毅。位极弱冠，便入中正寺大牢，与朝臣无半点联系，方能让皇帝安心。终究是躲不过做一颗钉子的命运，党身是身不由己啊。未知啊，未知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谁又都能任性而为呢？辛某怎可能不关心清明的安危？可是若拿清明来跟楚王相比，我宁愿散了清明，也要帮殿下渡过此劫。那学生明白了，我定会守好这清规的。放心，为师也一定护你周全。见过再见，犹如。